Hello，下午好。来，谢谢收看表弟好主意现场烹饪节目啊。来，刚进来的朋友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跟我们点个赞，然后说声 hi，或者是帮我们分享视频啊。OK，这些都是互动的表现啊。来，跟我们一起互动哦，帮我们点赞一下。那表弟没有开麦啊？没开麦。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来。Hello，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好。来看看我们煮啊，我们先煮三道菜啊。一个，我们说这个还记这什么菜来？菜谱啊。不是菜谱，这不是菜谱哎，不是，来，GG Wang，谢谢你50个欣赏。这个是菜心，罐头菜心。哦，我们用罐头菜心啊，肉碎罐头菜心啊，肉碎和罐头菜心啊，这个块罐头菜心多少？哦，这罐对，我这就是一罐咯。哦，就是用一整罐来切碎啊。对，好。有点像那个。那你要稍微洗一下，不然菜心啊，你稍微洗一下。你拿出来，稍微冲水一下啦，不然它不能它会。我们是用这个罐头菜心啊，看它掉碎它。就是一整罐的那个，哇，新加坡销量排第一的嘞，这个菜心。这个最贵的，里面最贵的。所以我们的菜心取出来啊，然后就剁碎碎啊，切到碎碎、很香，这个很香，我刚刚试了，味道很香。就是你 before 你要切之前，你洗一轮先啦、就没有这样先啦、你香一下。冲水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太洗啊，洗到清澈啊，变得没有味道去了。好，来帮我们分享，帮我们点赞啊！来，也继续来。你就是整片啊，倒出来整片拿去冲水啊，不要搅碎了才冲水啊。OK。啊，不可以啊，搅碎了冲凉就没有味道了，冲一下水而已了，不用太什么。来，尽量跟我们互动啊！来，Bingo，来，谢谢你75个欣赏，来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这个葱这个我们叫菜香啊，菜香豆腐啊。为什么要菜香豆腐啊？菜的香味，菜香豆腐啊。它的菜香就是那个菜脯，那个吗？不是菜脯，sorry，菜心，那个菜心啊，罐头菜心。好啊，大家嗨起来是吧、大家嗨起来。Yes。OK，我记到有两包啊，另外一包帮全部都是老菜啊，今天做的都是经典老菜啊。这个是我们说今天我要做一个这个尼姑的最新产品来了，用来炸的那个袋子，它的袋子，这个袋子啊，它整粒啊，它不是整粒的袋子啊，它是什么？它的袋子是用那一个这个是他们加工了的一个食品来了。OK，袋子啊，这是来自尼姑的啊，它是小小粒的袋子。小小粒的袋子，小小粒袋子卖就没有价钱嘛，对啦。他们就收集了小小粒袋子，就是合起来啦。合起来，他们用那个一种那种黏液，就是用那个海燕窝，海燕窝煮出来不是很黏哦，粘性对不对？掺下去变成做出来的好像一个袋子。它是小小的袋子，然后掺在一起啦。对，好像一个 gum 用它的 gum 用什么来做呢 ？OK，它这个应该是很多个小袋子啊，变成大袋子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些，我就想到，像这个应该会便宜一点哦。啊，肯定便宜了。其实我有两包了，我一包不能放在那里，我找不到啊，可是呀。先拿我来，因为我昨天你不是拿很多次、啊。OK，这是面粉来的、啊。面粉。还有我们普通面粉啊，我们要做那个。糊酱啊，来面粉要多少？All-purpose flour 啊，这个是适量啊，你不用太多了。阿嘎阿嘎，我们只是涂上面糊就好了。来继续帮我们分享，继续留守啊。我们涂上面糊，我们蘸上这个面包糠。OK。这个是你如果你买这个样的，你可以这样来做。OK，它就是会沾面糊，然后再沾面包糠，然后你没有放木薯粉。不用。不用啊。不用太多，OK，那面包糠啊。哎，我们先做这个先啊。所以这个是酥炸那个袋子啊。这个啊，第二个道菜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了这个。No real scallop 老是 share 我们白，这个是 scallop 来的，它只是 mix 在一起啊。对啊，它是加工的，把小小个好像我们说。将碎碎的肉啊，那个啊，变成啊大块肉啦。OK，这个我起了，然后起了糊了。那么我是说，
要做的是来示范你啊、哦、因为锅太小个 grouper fish 啊，锅太小个，我的建议呢，我就把它的头砍上来，来去头啊，哎呦，今天确诊人数6387啊，完又跌了，根本不会跌了。这个骨 OK 去头啊，因为锅不够大、啊、这鱼太大了，多少公斤？这个鱼差不多 1kg 差不多一个公斤的鱼啊，所以我们把那头给去掉啊，不到一公斤了。妈咪来了，盖上面哦。来，大家下午好啊，来，可以的话就打上讯息啊，跟我们说嗨啊，嗨嗨一下、啊。Hello 啊、大家好啊。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你要点赞啊。嗯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，还有分享，谢谢你们。尽量跟我们互动啊，多一点互动啊，所以你们会常常见到我们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切刀纹啊。嗯，不是刀纹啊，我们这。切纹路，这个也是，你除非把这个烂打开大一点啊。来 ，Cookie Saw， 谢谢你50个欣赏。我们这样子啊，不用什么花纹，只是我们是你这样也是可以，当然你卸切就比较美喽。卸切比较好看。嗯嗯。OK， 它就是炸上来，它就会一块一块的这样啊。这个是节省一点。我相信这个很少人会去做啊，因为蛮高难度的。我都做不到，应该很这个做了三次了，我们，啊，有三次吗？没有，应该有吧。啊 ，OK， 我们就是跟他切这个，那么就像这样啊，好像切黄泥这样啊，嗯、黄泥、嗯、一条一条这样啊。荔枝丹，我们是加调味啊。好，这个、就是腌咬它。这个会做糖醋鱼啊。对，糖醋鱼，哇，糖醋鱼今天我就，哇，今天去公司里有排队喽。来，我们一粒鸡蛋啊！来，准备一粒蛋啊！嗯，一粒鸡蛋。这个要腌制这个鱼的。对，腌制这个鱼。啊，来撒一点胡椒粉。我放一点一样的，我放点酒味的。一个汤匙的酒，料酒啊，料酒一个汤匙。就是给盐，盐半茶匙。来，半个茶匙的盐啊。鸡精粉半茶匙一个，来半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糖，一个茶匙的糖，我们就把它腌了呢，就弄上它。就是整个鱼这样啊。OK， 来放入整只鱼啊，这是鱼的身啊，我们头跟它分开啊。如果你的锅够大的话，你就整条鱼放进去啊。对对对。Hello， 已经分享了，谢谢分享啊！谢谢，这个很重要。分享要分享就是，尽可以的话就跟我们多互动啊。互动你写点赞一下，点赞的话给一个星星啊、哦，刷一个爱心也可以，那个也是属于跟我们有互动啊。来，刚上线没有看那个鱼怎么切啊？鱼就是去掉骨啊，去掉骨，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内部啊，就是好像划那个。芒果这样啊、嗯，我们不是做芒果，就是切那个菱形啊啊。给、okay, 这个怎样上粉啊 ？OK， 我们上干粉啊。等下腌了烧。OK， 先腌一下啊、嗯。腌制的话，可以的话就一个钟啊。嗯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，今天哎，我现在发现到今天我三样东西都要炸，哇，锅里。啊。啊，你想炸？啊，三样东西都要炸就麻烦了。啊，大家都喜欢啊，炸的东西。无炸不欢啊。啊，我们都是喜欢炸的啦。来、啊、，Thank you like and share 啊，谢谢分享啊 ，Thank you。一。昨天表嫂说：“哎呀，很久没有做一些糖醋给小孩子，小孩子喜欢。”我今天说：“啊，就是想到糖醋，啊，就是说酸甜鱼啊。”你的豆腐也是炸了对吗？啊，豆腐也要炸。这个豆腐好吃啊，这个豆腐，这个、啊、之前有做过了。啊，豆腐就是来炸了一轮，然后我们肉碎跟那个。OK， 我们因为我要的是菜心一起煮啊，先我们做这个先，啊，我要烤一点那个蝙蝠。
OK， 那这是面粉的呢，面粉普通面粉来了。能不能？说你掺一点水，说我们要去贴上那个袋子啊。来，谢谢分享来，来下午好啊，来。鱼可以不要去骨吗？不要去骨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等这打开来，这样拿去炸啦，可以啊。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吃炸的食物啊。我一想那经典老菜全部都是炸的，好料炸鱼啊。不过餐厅，餐厅几乎是煎炸的，很多炸的，啊，比较香啊。像我煮菜啊，为什么有时要拉油是这样啊？表弟可以教客家春卷吗？有做过春卷啊，客家春卷，跟普通春卷有没有分别？不懂啊，他有做过春卷啊，但是客家人来了，客家春卷是没有啊。哎，咱们爱莲谢谢你五十个欣赏。但是春卷那个时候买到一个古竹皮啊，啊，还有咸的，买到咸的几不？哎，我们就这样可以炸一炸豆腐啊。这讲我们炸这个不能太热油哈、哦。我们先那个鱼头没有什么了，就来煮鱼头米粉了。哦哟，我整只鱼来煮。它的鱼要放头要放尾的、啊，每次煮。要它炸了过后要有头要有尾啦。就是。来继续跟我们分享点赞啊，可以换就留言啊，可以换你就留言。留言下去嗨啊，就这样了。哦，是问跟大家跟大家打个招呼啊，大家下午好，这样可以哦。嗯 ，OK， 我们就是这一粒一粒放下去啊。如果我现在要摆，啊、用筷子来做，咦，好像有很有水准这样哦。怎么你不要用手哎、欸，不要快一点吗？嗯、这里用手呢。哇。左右互搏之术啊！哇，说不通啊！嗯，哇，两边都可以啊，但是你左手动，右边不会动哦。OK， 来，我们直接沾那个面糊啊，然后就是沾这个面包糠，都超简单做了这个。就是简单做法啊。通常餐厅啊，不新鲜的都会用来炸的、啊。你看什么东西啦？嗯你不会一次过下多多的吗？嗯，你的面包糠好像不够多的。对。哎，盘网好啊，谢谢支持啊，来。说我们这个是袋子啊，是用来炸袋子，我们就是上那个面糊，然后我们再上面包糠啊，就那么简单啊。哎，刚进来的粉丝们啊。或者是第一次认识我们的，请 follow 我们的 page， 说我们每一天的五点半都会做直播，就是礼拜天到星期四五点半啊，五点半下午五点半啊，傍晚五点半，所以我们都会每一天有做直播啊。那么拜五和拜六呢，我们是会晚上的直播，就是九点的深夜厨房啊。OK， 来，他打算沾粉啊，我们沾一点面粉啊。因为它不大会粘，对它贴性不够强啊，所以我们沾一点粉，然后再上面糊啊。哎，刚进来的，请帮我们点赞或者是分享啊，分享，还有就是留言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个面包糠像 Orange 啊？你可以买不要我面包糠，它有两种 color 了，一个是米色这样子的，一个是 orange color 啊。没有，它的面包糠是这样的颜色的啊，它自己写 golden orange， 哈哈，它是 golden orange。金黄色它也是很美啊，颜色美啦，我也是喜欢啦，我喜欢这个颜色多一点啦。来，米奇昨天的拉萨吃鸡丸呢 ？OK 吗？我比较喜欢吃咖喱面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他那种啊，有咖喱味啊，但是没有浓的咖喱味。他不是很浓的咖喱味。我叫你直接做咖喱面就好了，我觉得你咖喱面是最好吃的，懂工啊。来，赶紧来，那个橙色粉是什么、啊？那个面包糠哎、欸。面包糠的。我们是用面包糠啊。那对。
我喜欢重口味的，它是重到中间然后消失掉的味道这样感觉啊，它要重哦，重不到去的啊，它是重到一个部分哦，它就停下来了。我觉得形容到这样了哦，是不是这样子讲？是不是梨吃梨吃下去下，哎，不错，然后哦，它还没有。它没有到收尾啦，收尾就不见掉了，这个感觉的。啊，黄色是我们粉啊，面包糠来了，我们面包糠来了。很少人看到这种颜色啊，这个是橙色来的，其实。来，请问袋子有拿去什么烟吗？没有，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。他们都有一条有。客家春卷啊，是用猪网油做，来，我们做过啊，用猪网油来做那个春卷的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说那个做嘛，你是用猪网油吗？我们猪网油是做那过年的时候过年菜来的啊，什么菜？那个是猴席啊，哦，做猴席的猴肝啊，对，那猴席。来，面糊有加鸡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普通的面粉加一点水就可以了啊。不是因为你要叫连贴来贴。COVID today 6,387 cases 啊，对。我们的 COVID 还没有降啊，人数还是保持6000啊。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谢谢支持啊。不要买 Orange Color 了，因为他们加了颜色。其实这种颜色是合格的食品颜色来的啊，我相信是食品级的那个 Color 来的。但是也是吃多也是不好啦。来 ，Can show the package please。Sure. 有 package， 但是没有没有东西，总是你孤独买了。没有，他是讲那个，你是讲这个面包糠是吧？我弄好嘞。他是日本的，哦，日本的差分来了。OK。OK。可以看一下袋子的纸袋吗？你孤独的。孤独了，你说这个叫组合袋子。组合袋子 啊，就是把所有小小粒的袋子组合在一起，然后用那种用那种那个。你们可以跟李姑姑下单啊。来 ，Catherine Chua， 谢谢你75个欣赏。来，袋子要先退冰吗？当然，一定要退冰啊。退，而且退到完全冰啊。来，米奇很老实说，对啊，好吃就好吃啊。其实不错了，真是不错了。整体上 OK 啦。啊，我昨天的水也放的多了一点，后来我减水，我写采访的时候写多了。啊，昨天放4里的水啊。啊，我后来就说你要闻到，那边也稍微改。昨天粉丝跟他讲你放太多水啊，然后又不要承认。OK， 油不要太热啊，炸这种东西。来，我们油不要太热啊，慢慢放。来，赖秀荣，谢谢你75个欣赏啊。谢谢。来，请问腌制一个小时需要放雪柜吗？不用啊，不用，你就是拿一个。有盐的话，那就可以。你包着它，你就放在包着它放雪柜可以啦。如果你还没有什么要煮饭菜一般上拿这种啊，半小时20分钟就可以了啦。对，米奇很会评语食物啊，几项美食家。我除了我是仙家之外，我还会吃东西的啊，我还很快饿啊，肥呀、肥呀、我太肥了。来，谢谢支持，来，谢谢支持，来。OK， 我们不能太来，还差一点就是4000了呢。哎，这样炸得很美啊，这样炸。慢慢炸啊，不要太大火啊。你像这的时候油不要太大火哦，关下去，然后啊，你要好的时候就大火。啊，但是他昨天腌那个鸡啊，好吃。啊，那个药材鸡也是那个。好吃。啊，他的药材鸡真是好吃啊。当然啊，包肝鸡。比较不同啊，它不是咖喱面咖喱面有变化是正常，它是咖喱拉萨，但是它这个也不是它的强项啦，啊，咖喱真的好吃，如果它煮咖喱面的，这就美丽了，你看，阿弥陀佛，你炸几个人吃了？这个人等下来的时候它会爆的哦，你它会这样爆，它就会裂啊，会裂，不要炸太久啊，会裂开啊，有糖。炸透它就可以了的。来，米奇，实话实说，不能弄啊！啊，先调下午好。哎，你炸哪个啦？一个人的分量是？给我两包，拿那一包来。表弟，一个。哎，米奇，昨天的拉萨好吃吗？
可以过关啦，十分里面中规中矩啊，十分里面我给六分啦、啊。如果水不要这么多就好吃啊。昨天都讲你水太多了，你讲不会啊。最后的话知道我水放很多啊，他讲水不够多，没有，他讲水不会说很多，因为椰浆不够，椰浆我放200，但椰浆我买到椰浆是结了冰的。哎，现在下去啊，不会你其实还在减肥吗？天天想着减肥啊，那嘴巴还是这么老实啊。哎，大妹啊，在作业啊，她的大儿子给谁照顾啊？她全家人一起作业啊，包括了孩子、老公啊。住在那个作业中心就是这么好啊。慧红几时满月？好像要了咯，要满月了啦。哎，下午好啊，谢谢支持啊。OK， 哎，这个好了咯。这个是很简单炸的、啊，炸一下、就是。这个是新鲜的袋子吗？不是。它是合成的袋子、啊、它是小组成的袋子来的、啊、组合袋子，你可以用整粒袋子啦，那个就比较贵一点啦、嗯、表弟啊，炸给他一个人吃吧，我觉得不要炸给我孙子吃 啊，给你孙子吃就好啦、嗯、这几粒不够米奇吃啊，米奇让孩子吃啊，你没有放点生菜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，比较好看点啦。我今天忘记买那个番茄啊，人太多了。 OK，这个一定是受欢迎的啦，这个很快哦，就是秒杀那种啊，所以大家只是参考啊，你们可以参考他的做法吧啊，你们可以参考他的做法、啊、OK， 来分享了，谢谢来分享了，炸豆腐啊，来刚进来的粉丝们啊，可以帮我们点赞或者是分享或者留言啊 OK 啊，点赞就 Lose weight, do it more, yes, good idea。表弟今天的样子很累啊，他拜一很累啊，拜一很多东西做啊，今天包很多包裹，因为他拜六礼拜的或拜五的包裹啊特别多，因为拜一才可以寄嘛，所以他包很多东西啊。哎，米奇心里享受啊，嘴心里享受，嘴巴享受，哇，这个厉害啊，又有押韵啊，哇，呵呵，心中享受，嘴巴享受，哎，豆腐也是炸的、啊，米奇永远都是明天减肥、啊，要了，太胖了，又减了，减了2公斤啊，又吃回来了。有的是人是这样的哦，贪吃的人啊。我减2公斤啊，他们知道我减肥啊，煮特别好料给我。贪吃啊，那贪吃。啊，贪吃啊。太贪吃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，好像佛教徒不是讲哦，色戒色的色啊，色而不止色情的色啊，它有包括什么啊、那种吗？什么、啊、那个？它是色诱是其中一个是食物的色诱啊啊，顶不顺那个色啊啊！来，请问那个袋子有那个做有去穿烫过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清水洗一下、啊。它是组合袋子啊，那。所以它是粘性的，粘贴性的。哎，米奇叶子中心一家人在那边是另外在算钱了，没有啊，包告完了，包咖料了啦，包吃啊，啊，包吃啊。不过他叶子中心要10000呢。哎，我今天又下单了，买了3只宝康鸡啊，真的很好吃，谢谢表弟的介绍啊。来，谢谢你的长期支持表弟啊。我开始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我吃下去多啊。哎，这个鸡这么啊，口感很不同啊。这种袋子啊，日本餐都有啊。我孙子很爱吃啊。这种袋子啊，很适合放那种马油尼舍啊。来，我们两个水豆腐啊，骂干身啊。那个这么小了，这个你是不同牌子是？同一个牌子，他们这种豆腐各这样啊，这么一个方的，一个长形的，嗯、表弟改次用包装的椰浆啊，切了冰的椰浆好像豆腐花、啊。哦，对，它是豆腐汤，它就因为结了冰嘛、啊，像豆腐花，它上去它不会散啊，就是它啊就变成浮在上面了。哎，表弟生意兴隆啊，所以比较心情比较累啊，忙着包装、安排送货啊，恭喜恭喜，来谢谢啊，设置头上一把刀啊，对。来，我们现在加上一个啊，我们的食欲的色啊，吃多一点啊就要。是重病啊，生病就要开刀啊！靓仔主播今天吃，明天减肥啊，又哦不可以了，今天
1000多，1000多少？今天好像是6400多宗啊，也是安的6000宗啦，连续7天了啦，没有跌过啊。来，继续帮我们互动啊，跟我们一起互动啊，说点赞、分享，或者是跟我们对话啊。来，有什么的话啊，可以尽量问啊。你要煮什么菜？来，跟我们、啊、跟我互动一下。对对对。好。来，朋友们好，来，谢谢支持啊。方便帮我上粉吗？洗粉。表弟刚睡醒啊，是啊，对，他每次4:30就回到家，然后会睡一下，躺一下，睡到5点然后起来啊，准备一下，躺一下，15-20分钟，我们养神啊，我是最厉害的，我最厉害的就是睡，我一躺下就睡了。来，请问海鲜酱要怎样煮？海鲜酱很多种，海鲜酱都可以是煮一个调味来的啊啊。我们一般上哦，海鲜酱我来做那个最好吃是做什么肉夹，海鲜酱做肉夹，海鲜酱你来调叉烧，叉烧的这些叉烧你可以倒放一点。除了这两样东西，还有第三样可以做吗？有啊，还有很多。还那天我煮什么也是放海鲜酱啊，煮那个好像你煮这个你要。当然，这个我就没有放了。你要放一点海鲜酱也是可以，但是属于一个调味来的。炒菜也是可以啦。炒菜不是焖东西咯，用焖的东西来调味啦。啊，表弟米奇啊，黄米奇不见了。大豆腐啊，豆腐一定要油热热啊。但是我认为酱炸下去，千滚豆腐啊，万滚衣啊，所以豆腐你不用怕它焦啊，它不会焦啊。这个豆腐啊，你要给它。哦，我在忙着煮菜啊，但还是要打几个字给你们。谢谢你啊，多么的支持，要注意看你的菜啊。哎，感恩。哎，表弟啊，米奇，我星期五付了钱电饭锅啊，是今天寄出吗？陆续寄着啊。啊，今天开始他们开始寄了。啊，我们开始。真正会大量寄就是拜二拜三才会大量寄，因为、啊、今天是包装包了。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，因为他们要做电话寄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呀、warehouse 也不能太多人啊啊，好像我是有做e-commerce 啊，我们 MIDI 又拿到了，现在我又 renew 到一个新的 MIDI 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做，可以上班。表弟好，剁椒鱼头可以椒吗？哎，是叫剁椒吗？剁椒啊，剁椒鱼头，辣椒啦啊。我也是。油用很热的油啊，来，很热油，但是你不要大大力下去，下去油就喷上来了啊。就是慢慢的，不用怕它，那个豆腐要慢公分啊。我也是买了很多宝康鸡啊、鸡扒和海鲜酱料，来谢谢支持啊！来，不要去铲它先，给它有点用声啊。我色香美味，米奇受不了美味佳肴，所以减肥都是明天的事啊。嗨，表弟，我是台湾的粉丝啊，艾莎 Chen。来，台湾的粉丝你好，你好，希望我们煮的菜很适合你啊。台湾的、哦，我们马来西亚的菜比较多变化，因为都是 mix 来 mix 去啊。那天煮的鸡公煲有放海鲜酱啊？啊，对，我就想都想不起来我那天他煮鸡公煲哦，我才发现到鸡公煲很多煮法有比较适一点的、啊嗯。我们平时吃的鸡公煲是比较干的。我叫他下次、那个是我下一次煮的话，干煮会更好。做干了，我叫他建议他煮干了、啊。没有，我下一次的时候哦，我的酱料跟他捞在一起，就是一起腌。因为我跟他讲，那时候我吃鸡公煲是怎样样子的，给他有点印象啊。来，反来反去都睡不着，怎么失眠啊？哎，表弟下午好，请问可以教做炸烧鸡吗？哇，你问对人了、啊，表弟很会做炸烧鸡啊。他应该做过两次了吧，炸烧鸡。来，我也是在煮饭啊， okay, 谢谢你煮饭的留言啊。表弟会做印度人的罗马，罗马是什么？谢谢表弟介绍了宝康鸡，真的好料啊。表弟那我有讲过一句话，当你吃了宝康鸡之后，你就不想要吃别的鸡啊。这句话是对的、啊。OK， 来，表弟那天示范了智能饭包、电饭煲啊，还有什么功能啊？当天汇款的、啊。它可以来煲粥、煲糖水、煮蛋糕、
啊，最重要是它的功能啊，主要功能是 IH 功能啊，所以你的饭啊可以熟到啊均匀啊。均匀可以。来蒜米，爆香先啊。其实 IH 是日本人发明的 啊日本人的技术来的，现在都中国制造啊。中国制造已经进了。等下表弟叫表弟师傅炸教那个南乳三层肉啊。我觉得上天他那天来做吗？前几天来做吧。那个好吃。来蒜米爆香啊。Mickey, why it shows send star one 啊 ，box one 啊 ，when I share， 你之前有send过星星给我们呢、啊，就会做出来了。来，我们放入我们的猪肉碎啊，猪肉碎多少gram对？猪肉碎这里还不到一百啊，差不多一百gram嘛，我们到一百gram嘛，接近一百gram啊。米奇买的你们的吸尘器非常好用啊，值得买啊。等一下要煮素蒸面啊，哇，它好吃啊。哎，现在海天那边买到了素蒸面啊。来，今天煮鸡公煲不错啊，来，谢谢你啊。无心减肥找借口，有心减肥会借口。哇，好有压力，你很厉害哎！来，我们的鱼啊，我们这个是石斑鱼的。我们的石斑鱼。OK， 石斑鱼沾了粉来炸、啊。我们沾的粉呢、啊、是木薯粉来的。OK， 直接炸。你要像表弟这样子啊，切它的那个纹路啊。表弟好，剁椒鱼头可以交来嘞，可以。可以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菜心啊，就碎啊，放进去啊，一罐的菜心啊，新加坡排 number one 的菜心啊，我那天也是煮放了太多水啊。来，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我觉得好吃的拉萨的灵魂是在于它的汤汁结合了十种的香料啊，配合椰浆，就是全身美了，这是我的一点的浅见啊，并没有意思。哎，很好啊，这给我们一个机会 啊因为我们都不是饭贬低表弟的拉萨，所以表弟这一次做拉萨，你应该要讲他的啊，他可以做得更好啊。I watching 表弟啊 ，live and cooking at the same time 啊 ，and in kitchen 啊 ，buying ikan bilis and peanut preparing nasi lemak for dinner， 哇，好了啊，来拉什么啊？来黑酱油啊，我们放，哦豆油啊，黑茶匙先。来一个茶匙的黑酱油啊，黑豉油，可以叫阿姜冷巴吗？阿姜冷巴你会啊？我来掺啊。啊，来水多少？啊，现在我放的是差不多是百五 ml 的，他们的百五 ml 啊，来百五 ml 的那个水啊。新加坡鸡公煲也是有汤汁的，我觉得干生的会比较好吃，因为我吃过干生的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没有给我吃过干生的话，我会觉得它那一切好吃，啊，因为我把那个来比较啊，我外面吃的来比较啊。OK， 我们稍微我上面点一下味道先。来，宝康鸡可以送去怡宝吗？你要问宝康鸡的那个代理啊，他们有代理了。表弟会做印度的罗家吗？我们有做过，我在英国、啊、吃不到嘞，我想学。你可以私信表弟啊 ，Jenny， 啊，表弟之前有做过了啦。来糖，一茶匙半，一个茶匙半的糖啊。马来西亚的厨师真的是流传全世界华人口地方啊，了不起啊！来谢谢啊，谢谢大家们啊。宝康鸡怡宝有了吗？你要私信宝康鸡的 page 啊，他们有代理了。来，表弟很久没有做 Mario 了。OK， 来反身来炸一下。千滚豆腐，万滚鱼啊！鱼你不用怕它焦啊。那鱼要炸脆一点啊。啊，炸脆一点啊。来，我们再加多一点水啊，我水多多两。Oh, deep fry, no, double fry. We using the double fry 啊 ，to deep fry 啊 ，the fish 啊。OK， 水加多少？我们水加两，差不多200。来，200 ml 的水啊，总共 ，OK。表弟为什么不煮大妹吃呢？顺便教我们做叶子的食谱啊！大妹有叶子中心，而且叶子中心是超过我们这里，有20多公里啊，所以我们根本是去见不到他了。来，马铃薯粉勾芡啊，就是风车粉来了。OK， 马铃薯粉。半茶匙的。半茶匙的鸡精粉。来，鱼的骨已经去了吗？去掉了。来。少洗的。来，少洗的那个。胡椒粉，我们豆腐啊，金枕头，来我们勾芡啊，给它的字浓稠一点啊。
表弟今天是我生日，我支持你很久了，可以唱广东的生日歌给我听吗？来，翁归应啊，下次好，来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还要叫你唱广东，可以，这样我唱这个龙虾先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！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再继续勾线啊！很薄的线很薄。来，你去宝康记怎么买啊？你可以私信表弟啊，他会限定给你啊。明天三点，海天会会介绍宝康记。我们会 share 他的直播过来。OK， 要浓稠一点啊。OK， 来，再来浓稠啊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那个青葱啊。我用 CD 灯卡换来放斋圣的 Vacuum 啊，市价3000多啊，但是你很喜欢用表弟卖的 Vacuum 399啊。其实他的那个斋圣的 Vacuum 跟那个许摩诺哦，只有他们这两间公司拿到这个啊无主力的细尘机的专利权啊。但是你儿是对的，用便宜的先吗？便宜出用用紧了，贵的少一点用。但是我们说喜摩弄得很轻便，真的很轻便。来，我们放轻松下去点缀一下。新加坡有的买宝康机吗？目前还没有啊。还没有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红兵满。来，罐头菜心的水没有用到吗？全部倒掉还是什么？倒掉啊。倒掉，我冲水一下，要冲水，不然你带鲜啊。你看。杰比有宝康机吗？你要跟那个海天，海天杰比，杰比跟海天，你就海天啊。哎，米奇答应我们500天要煮一手啊，好期待你的厨艺啊。准备了，我准备没有人要吃啊，我要给人家批评。其实我发现到被人家批评是好啊，我们才会进步嘛，没有批评怎么？来，我们把我们鱼头放进去啊。我叫表嫂吃，他不要吃；我叫我妹妹吃也不要吃；我叫我老婆吃也不要吃；我叫表弟吃也不要吃。没有我，然后我就讲我不要煮了。我有给表弟新加坡拉萨食谱啊，在表弟的 Facebook 里啊，你要私信他啦，你 Facebook 的话他看不到，你有私信他吗？我这个还没有炸好了，我们要炸两次啊。OK， 刚才谁生日了？不好意思，忘记了。继续唱就是了。祝现场的粉丝们啊，是所有今天生日的粉丝们，这个月生日的粉丝们，来，一二三，恭恭你福寿与天齐，天虹你生辰快乐，嘿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，谢谢你啊，生日快乐啊，生日快乐，最重要是健健康康啊。开开心心，最重要疫情也要快点过啊！对，来新加坡买不到宝康机，对，暂时啊，暂时看以后，看以后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炸鱼头啊，就是为了没感冒啦。鱼头要炸，没有炸掉，鱼头好吃的啊！来，苏生日，谢谢你66个欣赏啦 ，Happy Monday 啊！美琪，你打完了疫苗可以出国玩啊？没有啦，我疫苗没有这样快啊，做文吞面啊，美琪啊！因为你的 Milo 吓到他们了，所以我们不敢吃。大家做美，因为做美乐面哦，哇，美乐炒面，我看到我听到都不敢吃了，你说美乐炒面中不可以吃？看看你最重要会调味道吗？哎，我们炸好了鱼啊，鱼头取出来，我们要炸鱼身啊，再吃再炸、啊。哎，我们粉丝很想吃，可是没得吃啊，我帮你吃啊，来。米奇炒老鼠粉啊！表弟老鼠粉不错家，还记得那天你做那个老鼠粉啊？再做多一次啊，早一天很好吃他的老鼠粉。表弟做的老鼠粉不差、啊，也很多粉丝做得很好啊。他的真的是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啊，那个冠华老鼠粉啊。味道一模一样啊！表弟可以教那个肉骨茶螃蟹吗？哇，绑骨节的螃蟹，哇，有酱出来啊！来，我们一粒清零啊！海鲜肉骨茶、啊。请问表弟，用气压锅煮食物啊，是不是水量要放在那个最低的那条线呢？
不是，它最多是三分之二水，不能，它有一条件 maximum 啊。啊但是气压锅不大会干水哦，你水也不能太用太多了。最标准的广东话应该是唱生日歌。哎，年年有生日，哎，年年有今日啊，岁岁日光照啊。谁讲的？不是讲，是日光照啦。I'm making what you cook and nobody to scare to eat. I don't know. 来 ，we did by twice 啊，我们炸两次啊。表弟好厉害啊，高八度的歌声啊。高，表弟，我星期一至五啊，手在煮，看你煮啊、看你煮啊，眼在看你煮啊。来，羊煮羊腩，羊腩包可以吗？哎，羊腩包。好像有做过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OK， 我要煮做给羊腩包，羊腩包我们放那一个。来，毅力清零啊！今天我也是煮老鼠粉，哎，表弟的老鼠粉真的是北派啊，你可以 try 一下啊。啊，西北猴架，老鼠粉叫什么？螺翅，真的叫螺翅啊？我的老鼠粉不错了。福建话叫什么？老鼠粉。螺翅粉。真的是螺翅粉啊，直接翻译啊。来，清零毅力啊，我们几层次啊？你其实煮榴莲炒饭，哎，炒饭不煮了，炒饭，我要煮面啊，三样都是面啊。啊，有准备好了啊？没有准备了。啊，那么我煮了，没有人要吃了，心里煮就好了，心想就可以了。外面老要鸡可以做给我。哎，米奇表弟的斩鸡刀啊，还是没有到吗？啊，下个好像这个月尾，好像是这个月尾、啊、或是下个月头啊，我们已经熬了了。来，可以叫七十蚊一米吗？七十蚊一米。七十蚊一米了。啊！现在的人煮菜呀、啊，真的、哦、无奇不有了、哦。我觉得 OK 吗？这个是好吃，搞不好可以冲出一个名堂出来。马古德螃蟹都有，你看我这真的是一流哦。来，这个番茄多少？番茄多少？茄子我们要放五汤匙啊。来，五个汤匙的东巴大刷啥？你那个这么多水，你有要五个汤匙没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里还要加，还要加一点啊。来，五个汤匙的那个 tomato sauce 啊 ，ketchup。表弟可以教冰镇古老肉吗？古老肉我们做过好几次啊，冰镇没有做过啊。你集五百天有想过这个叉烧肉给我？我有想过做这个。不会啊，零零过，谢谢你五十个欣赏。来，这样现场的直播了，真的是有气氛啊！哈、啊，谢谢、来。我们最重要开心啦，在这个平台我们是开心啦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，开心精彩每一天。老鼠粉是米苔木啊，米苔木是吗、啊？米苔木对，米苔木是什么？老鼠粉咯、哦，福建话呀。米大妈，米大妈啊，啊，米苔木啊。米苔木是福建话。米大妈是比较少，米大妈是客家话吗？广东话，广东话。米苔巴啊，福建话啦，好听、啊。福建人不会福建话，够力啊！来，我们放冰梅酱啊。煮酸甜的少不了冰梅酱啊，就是你们可以用普通的梅酱都可以啊。我们放一个汤匙啊。哎，米奇不要太创新啊，我没有煮到太恶心啊，我是真的是原汁原味啊。哇，你这会有押韵，人家说不要太创新，你说没有恶心。不要太创新，我的菜。你说没有恶心吗？我不会说很恶心吗？因为你讲太创新的意思就是恶心还是啊？银针粉啊。表弟的右手臂啊，又受伤了。哦，我今天包了，割到了，包那个香头啊。哎呀，香头都好像啊。来，我你煮好你的菜就好，不用解释你的受伤了。来，你的冰梅酱多少？啊，你我 guess 多。你的冰梅酱多少？啊，冰梅酱你放多少？啊，冰梅酱一个半汤匙。来，一个汤匙半的冰梅酱啊。哎，我们这里调糖。那你准备了几道面啊？三道面啊。再煮多一次老鼠粉，哇，好吃哎！我超想叫他煮多一次啊。两汤匙啊。来，两个汤匙的白糖啊。你们有吃过冠华的老鼠粉吗？就是那种的老鼠粉、啊，一模一样味道啊。米奇到时加一个咖喱炒面啊。对，表弟，一个猪手用海天的猪脚醋啊。如果用普通的包，要放多少水？谢谢。你加多300。你滚了，关最小火。啊，给它滚滚了。你加多300
300克的水，300克的水就可以了啊。表弟的砂锅老鼠粉非常的好吃，我也煮了2次啊，哇，厉害啊！这叫烧啊、烧鸡，烧鸡面啊，就是你煮了面，你放烧鸡下去是啊，是这样样子、啊。烧鸡啊，是啊，你讲到烧鸡，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做，因为我广东话不会吧？我是福建人嘛，去刚唱进来。烧鸡啊，就是他们讲烧鸡啊，是有那个柱子边啊，这种。对，我知道我们烧鸡啊，装东西的那个烧鸡啊。我师傅叫我去哪个，他跟我讲华语，因为我广东话不会吗？不会拼吗？你去哪个烧鸡来？我就是真的拿那个烧鸡给他。给他猫。就好像我妈妈。烧鸡啊，就好像我妈妈叫我拿锅这样子啊。烧鸡。拿个烧诶，拿烧鸡盖烧鸡，拿烧鸡来盖烧鸡啊！啊，完全听不懂。拿烧鸡系砍烧鸡。哦，来，时代不同啊，什么美食都有。对啊，现在的人汤方便啊，很多的步骤啊，就是有些是已经是去掉了。现在人煮菜没有像表弟啊那么简单化啊，他的简单化根本是不简单。你看人家煮菜都有这样简单化的，简单到啊！人家讲我简单不，我就是本来你每次都讲简单煮，我都不觉得你简单煮，蛮多工啊，要腌这个腌那个啊，人家简单是真的是很简单啊。这个你可以加一点白米醋，你看你的酸甜你自己。OK， 那 optional 啊，你可以加白米醋啊。啊，多少？我加一汤匙下去。来，我们放入一个汤匙的白米醋啊。我再加多一汤匙的糖。任何醋都可以吗？你喜欢这样调的。很像够酸又够甜、啊、糖再加一点、啊嗯、糖多少总共糖三汤匙，总共三个汤匙的糖 啊水分多少，这水分看水分再多一点，这里水分300ml， 来300ml 的水啊，广东人叫卤稀饭啊，卤稀饭，我刚才问他老鼠粉，福建话也是叫老鼠粉啊，他讲是哦，妈螺蛳粉啊，螺蛳粉美台花啊，他叫米台花是福建人，表弟还要去问人家是不是客家话。米台麦啊，米台麦啊，啊，回答有押韵啊，你好呀，米奇。OK， 这个你五捞吗？今天我没有画。叫什么五捞咩？其实要有嘛，要有那个大青椒啊，番茄啊，或者是你看放那个。哦，我们这个取代大青椒是吧？嗯，你可以来放大青椒、红灯椒啊、青灯椒啊，不要紧，大青椒就可以，大青椒、红辣椒、然后洋葱啊、番茄，番茄、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有那个黄梨啊，切一点黄梨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当然我今天没有，就是还可以叫鼎泰丰的炒饭吗？鼎泰丰 OK 啦，那天鼎泰丰炒饭的做法有跟大家分享过的，我刚才讲了，哎啊。蛋黄对蛋黄，蛋白对蛋黄，鼎泰丰炒饭，哎，米奇不要这样煮菜啊，人数会很少。我哪会？我煮菜更好吃。米奇煮菜就是一个娱乐。我不是娱乐，我是真的是煮了啊！我花了300块去买面啊，我要为了试最适合的面啊，虽然还没有煮啊，那面一大堆在鞋柜。OK， 来，你这个配料啊，你可以放灯笼椒啊，你可以放黄梨，啊，红辣椒，做洋葱啊，啊，随你喜欢啊，你要放什么配料啊，你都可以的，就是带一点颜色啊。你不要放黄梨的话，你可以放那个黄色的灯笼椒也可以啊。来，可以表弟可以交作业的食谱吗？他蛮多的，你可以找他。啊，你可以问一下他，喜欢米奇主播，每位留言都读出来，给你一个赞啊，谢谢你啊。简单多数不好吃的啊。好，看机有送去 JB 吗？JB 有分啊，有那个你那个哈对，海天、啊、对海天直播可以，明天3点海天会直播、啊。最少要买多少只？来，没有限啊。但是如果你买多的话，它可以免邮。因为怎样都要，因为它油是要用冷车的，所以比较贵一点。来 ，Hokkien is lot 吃棍啊 ，and also B Thai bar。OK， 我们稍微炒香一下。来，我们的酱全部放进去啦。表弟介绍招牌棒棒酱和海天 SO 酱真的很好吃哎，没有表弟介绍我根本
没有吃到这些的东西啊。啊，更是谢谢表弟的介绍，来谢谢，感恩你长期的支持我们啊，相信我们。谢谢啊。那天跟你下单洗厕所水啊，他们忘记放了两只个喷水头啊。来 ，Kitra 私信表弟，他再补给你啊。所有你跟我买的东西，有什么出现状况啊？啊，编我就可以了。私信表弟好。我们已经处理好好的给你。来，马铃薯粉勾芡啊。主要的就是要让汤汁浓稠一点啊。表弟可以煮番茄酱吗？那个辣椒酱的馄饨面吗？啊，番茄酱馄饨面啊，有这样的东西啊？那个是新加坡式的。有啊，你抓来我们有很特别，没吃过嘞。我没有吃过碗汤面是甜酱味的，那个太久没有吃了，我忘记了它的味道。新加坡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味道这样的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它有点，它稍微放番茄的。像你不是做那个西红柿来做，它是要用番茄酱调的啊。来，我们的炸油炸那个鱼身上来的啊，做鱼头要放上去的、啊。新加坡是用番茄的酱来调那个碗汤面，那。沙巴沙拉叶干巴米，对、干巴米，沙拉叶的干巴米又不同。哎，米奇有发了菜，煮菜的视频给你啊，记得去查看哦。希望可以帮到表弟啊，可以啊，冰镇古老肉嘞，可以啊。Waiting list 啊。How much is the deliver fees for the bacon chicken from Glen Valley？ 好像十多块吧，老了。OK， 在本地啊，你买80块钱呢？这里不是本地吗？知道。买如果更雪龙粥，雪龙粥啊，更便宜 啊！你买80块的话，它就免邮啊。80块以上它就free 啊、，delivery 啊。OK， 现在你可以去他的麦买，去他的麦买，还有每50块会给一张棍啊，我不是会新抽奖啊。哦，不是半只鸡啊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是不中啊。啊，不中，不是。每一个麦你去买他们的不一定是鸡啊，你可以买那其他的那些健康食品。啊，来米奇煮香港最 popular 的餐胆面啊，我都没有吃过是怎样？餐胆面，表弟教江南面吗？也可以啊，做过了，有做过啊。哎，表弟说简单煮，其实不真的，不简单啊，就好像今天的酸甜鱼啊，一点都不简单。表弟，我都可以讲，表弟比我还会煎哦。表弟最先家了，讲简单煮，进来整个大厨师的那种等级的嘞，或者煮菜一样啊，根本不是简单人煮了。现在的简单都是去外面买好了、调好了味啊的酱料回家煮啊，懒人煮法。我就是有一个，那个是笨蒸的云吞面啊，番茄酱我没有试过嘞，好像很不错。那个是新加坡式的，新加坡碗汤面 nice 啊。哎，兴趣太多了，我直接滑下去了。表弟，我想买包康金，到那里下单，你私信他好不好？私信你是私信我啦，你私信我，我会如果你们真的要买包康金的话，你们明天3点，三点在明天开始槟城都可以送到上去的啊。那个番茄面酱啊，那个是笨蒸的，马来西亚笨蒸的。你要把那笨蒸啊 ？OK， 来看看我们一下我们的。OK， 这个好像是我们包装炸的东西，但是不是啊，这个是自己做的啊。所以我们是用 scallop， 你可以用那个整粒的，我们是这个褐起，就吗？这是整粒的，很多水分不啊，就这样炸就比较浪费一点啊。这个是他们已经是调好了。对，我们放了面糊啊，然后我们再沾那个面包糠。OK， 然后这个是 OK， 你看豆腐啊，豆腐，你看呢，我这样大火炸啊，豆腐外面的外衣啊就焦了啊。里面很多水分，所以都会一下子啊，里面剩下的水分就流出来了。香港出名是担担面啊。OK， 这个是菜心来的，一罐的菜心啊。哇，这个味道刚才我试着很好，刚才我这样调一下。Andy， 谢谢你100个星赏。有放在白米醋花椒。这个孩子都喜欢啦，这个糖醋我煮到很美。表弟糖醋鱼啊，但是很少人会煮你糖醋鱼的，因为太难了，太多工了，是我也不煮啊。糖醋鱼片哦，你可以糖醋鱼片。你可以煮糖醋鱼片哦，也是 OK 哦。OK 糖醋鱼。OK。啊，最后是真的很感谢啊。今天我们647天了啊。OK。647天，那么是647啊，647，467，467。那么米奇还有都懵懂啊，都懵懂了。米奇还有来，请问三闷鱼鳞要去除吗？我们买三闷很少看到鱼鳞啊，但是有鱼鳞你一定要去除啊。你一定要去除鱼鳞啊。如果你们真的要买保康鸡，明天3点，
他会share那个link，会直播，他也送到槟城去了，槟城都可以送到了。那除了东海岸啊，那个丁家炉跟那个基兰丹，那么基本上，超过三分之二的西马都可以买到宝康鸡，啊 ，OK， 明天三点，他会做直播为嘛？那么如果你说，哎，一下子他好像买的不懂250啊，多少钱呢、啊？300啊，350，我不懂啊，他就会免邮。哦、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可能你买不多嘛，你可以姨妈姑接一拳。相信我，你吃了宝康鸡，你不想要再吃别的鸡了。OK， 这计划我一直在讲的计划了啊。好，最后感恩感谢大家的支持、点赞、分享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明天5点半来准时见啊。阿波罗西饭啊？你要阿波罗西饭？好，让我明天煮阿波罗西饭。哎呀，刚刚好我有买那个发肉，我就做阿波罗西饭、这个要学的，这个啊，这个真好吃。阿波罗西饭是很我是看人家。他是抄人家的啦，吃人家吃，我就想 imagine 他们是将来煮的，那么我就是自己来调了。一定要放虾米啊，超好吃，对，虾米、超香啊，肉碎虾米。哎呦，这样我不用等太久了，明天就马上有的吃了。可以啊，一碗又一碗。因为我们尤其是去年是上一年是最艰难的，因为每一天都不能重复菜啊，哇，想要吃那道又不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轻松一点哦，我们可以轻松一点，最重要是。如果你过去看过的，或者你没有看过，今天可以给看到。如果过去看过的话，今天重温、啊、重温旧梦嘛，学习，这还要练习的啊、哦。好，最后感谢大家。OK， 谢谢你们。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啦、啊。准时见，拜拜。